爱你，一天一天想你，一点一滴终于爱你的心，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翻上脸颊的红晕，是我爱上你最好的证明。爱我，一天一天想我，一点一滴终于爱我的心，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当时光慢慢过去，用回忆收集每一个可爱的你。这个是哪个呀？停水了。啊！怎么这么多人啊？耐心点，慢慢排。我刚洗完澡，为什么要来啊？启动了魔力值会掉的。这天热容易出汗，等排到咱们的时候你就该洗了。怎么样？还好我通过排水通告，准确的算出了今天的拥挤程度。我们第一波洗。别以为跑的时候我能放过你。老交代，昨天晚上到底跟李先生发生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什么也没发生。我们只是计算了一下行星轨迹的运行问题。张伯乐，你这套说辞连我都不信。不信？再信不信？澡堂开门啦！哎，开了开了，快走快走走。哎，你脱衣服干嘛？这就不疼了吧？我脱多少就没有水龙头啊？哎，小心点啊！没事吧？哎，你们也没挤进去，这里边这么多人，挤进去没法洗啊！气死姐姐了，不就是洗个澡吗？姐姐去高级的地方洗去。洗浴中心吗 ？What？ 才不是呢，比洗浴中心可高级多了。走。欢迎光临，我是你们酒店私人会所的 VIP， 今天带几个朋友过来体验一下。小姐，您带这么多人啊？我们会所这么小的地方，怕是难以尽兴。这样，我们免费为您升级为顶楼的私人泳池，并为各位包场。啊，美女太有面子了，竟然这么厉害。嗯，这不是宣传很成功啊？还行吧。那咱们这边请。走走走。哎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您在跟我说话吗？是啊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您今天突然就这么过来了，这个我们事先也没有好好准备，不知道今天这样的安排您还满意吗？彬彬大酒店。啊，我姐送给我的那个酒店，原来是这个。是，我以为她跟我开玩笑呢。这真的是太麻烦您了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您看，您和您的朋友还需要我们做点什么？不用了。但是还是想麻烦您一件事儿。您尽管吩咐。我们都只是普通的在校大学生，与学业为重，这个阵仗也别搞得太大，接地气。行嘞。你千万别跟他们提我是什么董事长。好嘞，好嘞。那董事长，您先去玩。去你的吧。啊。接地气儿一点，学业为重。全体人员出动，为之前董事长准备的东西安排好。在学校洗澡简直都 low 爆了。所以我们得好好看一看。今天必须带你们开开眼。嗯，开开眼。跟你们说啊，节选的地方一定不错的。哇，就这样。夏薇，这地方不对劲吧？肯定不对劲。苦海无涯，知识无底。你这泳池还是学习主题的呢？学习主题还是小学水的。各位，这是本酒店为各位精心准备的学习主题泳趴，希望能让各位贵宾满意。什么破班？走，小植，挑泳装去。走吧。找人能穿的吗？这也太接地气了吧。你在干嘛？
阳光、女六、知识、美女。泳池趴怎么这么无聊啊？哪里无聊了？快下来玩啊！我可不要下饺子。美女说的对，我只爱学习。这么差的理由，怪不得找不到女朋友。小池，你也不会游泳吗？他要是会，他早下去了。那我就来办一个免费的游泳课教学，有人愿意来吗？没有人吗？那我来吧。这是潜水区了，很安全的。哎，你不是刚刚不想学游泳吗？但是我爱学习啊。学游泳也是学习嘛。啊，好吧，来，先给我感受一下水的浮力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我的体重是70，体积是71.2。我现在有1/5在水上，所以我的排水大概是57.69，这样我在水里浮力。不是这个，我是让你感受，感受一下，懂吗？哦。算了，我来示范一下啊，这样双手往前游，然后身体自然就往前游了。我来试一下。屏住呼吸，然后呢，想象自己像一个气球一样浮在水面上，然后感受水的威力，向前游去。哎，你怎么上来了？我还是自己学吧。你这是现学现卖啊？你怎么能理解天才是怎么学习的？会，看好了，知识是怎么在人类中正确传递的？加油！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我再看一遍就会了。哎，咱们还是去喝饮料吧。走。哎，小乐，要不跟我们一块儿去？不去。那我们自己去了。好。走走走。你杏儿呢？白日梦当作心又在。
弧线，爱你的心慢慢的浮现，快落下的太阳打光在了你的脸，举着手眯着眼看着你笑很甜，月光很浅，小鸟都安眠，时间快偷走了拥有你的地平线，弹着吉他瑞咪咪嗦为你唱着歌，又想起记录着我们短暂的快乐。哦哦哦哦，我在唱着歌，你抱着我睡着了，天快亮的时刻，呼吸声也靠近了，不敢拉近的体温。